大家好，我是小豆，过来赶海了。今天那个，哎，都想笑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货，刚开始推下去看看去。走，刚下来，哎呦，这个得拿走，踩上去绝对让你重新认识人生，绝对让你管大姨叫大姑。我过来一抓它，你看，直接喷墨了，啊，还有个海星。看到没，这个东西无能为力啊，它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不知道当时怎么弄的，粘在底下拔不动啊。八爪鱼，哎呦，你看看这个镜头的啊，看看，拿不动这个东西。先来一个热热身，怎么样？哈哈哈！啊，接着找，来鼓包了。我猜是个螃蟹。哎，啊，是吧？花旦蟹。看看这个啊，毛蛤子，还行啊，这是纯野生的，这是。在海边你都不需要找别的地方啊，就找这种石头海，看到没，看看这些鱼，你会把这鱼拍到这里面，别想着怎么这些东西。哎呦，这个东西太锋利了，拿几个鱼，哎呦，那小八爪，这个八爪鱼短腿的，它这么长的不是很大，基本上就这么长。可以吧，哎呦，这个颜色再用的，嗯，哎，这个螃蟹好哟，这个什么螃蟹，这是没见过，死掉了，看看我捡到什么鱼了，哎呦，这不那个凤尾鱼吗，哎，很新鲜哟，没货呀，可能是这个渔船卸货的时候掉下来的。这个东西拿回去红烧一下特别好吃，而且这个鱼特别贵。拿看这边又一条，死掉的都是。哎，这条大呀，比刚才那条大多了。这个鱼的尾巴特别漂亮，估计啊，渔船这一网又爆网了，都叫了，都不在乎了都。还很新鲜，来好东西，今天带工具了，看到没，哎，今天这一个东西这么深呀，来了，哈哈，怎么样，来空的这个东西啊，主要吃它这个舌头啊，特别好吃，特别脆，这个是不是，这要是个真的就过瘾了，我估计够呛，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一拿起来就知道了，可惜了，涨潮了，涨潮了，不能再抓了，快走了，什么时候我能把它拔出来了，我就彻底退出赶海界了。船锚固定这个渔船的，啊，不对，是这个。来好东西了，哎嘿，哎，这么多石头，哎呦，这个水有点多，还在喷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，哎，不是恐龙蛋，哎，哦呦，搞了半天是个吸食蛇，
这可不是普通的蛤蜊啊，大西施蛇，这个东西都可以生吃的。看，这个还不算很大吧？我还以为是个恐龙蛋呢。看这个家伙，看，刚才应该是八爪鱼从这边爬出来的。还要跑啊！洗一下看看，这个八爪鱼是真漂亮，你看这个颜色。喂，这个东西吃起来特别简单，只要把里面的牙齿去掉，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吃。哎，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认识了，海虹。到了现在是海虹那个丰收的季节，特别特别多。这两天刮大风，很多海鲜都被刮上来了，看，哎，一串一串的，哎呦，真漂亮！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季节特别肥，你看这一个，哎，看，这个肉都是顶满壳的，看，很肥，而且都是活的，这一串得好几十个吧？看看咱们发现了啥。我就说吧，来到海边吧，你不需要找别的什么东西，就找这种生蚝壳就行。你看，现在正是八爪鱼的季节，给它扒开。来，这个是短腿八爪鱼，有点受伤了这边。看，看这边挪窝的，你在晒子你啊？走吧。看前面这个，哎呦，海带呀，海带，哦呦，这两天风太大了，冲上来好多这种海带。对面有养殖海带的，看这个还不小了。来我们这边啊，这是最便宜的海鲜了，海带，你看，哎呦，还挺好的。它一般养殖这个东西都是一根一根的，哎呦，这一根得有1.89米吧，给它卷起来，要不然不太好拿。看卷完以后像不像朵花？看到这个洞了没有？啊，蛤蜊呀，好尴尬。幸亏我跑得快，看看涨潮涨得太快了，呼呼的。